先拿拳套，大剑拳套都可以，拿拳套。小鸭子，你能抢着啥？下棋进的快呀、啊，大红了，奎因，奎因。给点啥不好？给个3块钱呢。任务指引我的去向。什么变异？谁拿的卡萨丁？我记得。原计划变异也厉害，原计划变异也厉害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天冷了。现在我终于。下一个是你的，华洛。飞升，飞升。找条路给我。先把这3个拿了，但是这波容易给我钱呢，这咋办呢？鱿鱼品子吧，拿个小炮。那不挑战了吗？下一个是你的，华洛。狼人出一只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第一波不升了吗？飞升还挑战？对呀，不好挑哈。飞升再挑战有点问题，要不算了吧，别挑了，那啥吧，保镖狙吧，保镖狙吧。飞升就别挑了。心中的罗盘。你先拿点装备，那都飞升了还咋挑啊，兄弟？飞升没法挑了，你也飞升啊？哎呦我操，这一个烟雾弹，精致连败。谁规定的飞升就不能挑了？飞升可以挑，只不过不厉害呗。不是不能挑，可以挑，只是不厉害呗。只是一朵无害的鲜花。
新迪迦也可以吧。到底玩啥呢呀你说。我们到底是保镖局还是新迪迦还是挑战，需要赶紧做定论呢，需要赶紧做。赶紧下定论。决定了就挑了，这把就挑了，决定了啊，决定了。来个攻速沙米拉，这个沙米拉可以用。靠！要大剑，不让他拿。我有预感。这一把啊，我们的那个永恩一定会来的特别多，我有预感，我的预感特别准。五六七八九十，上个女警，上个银，上个巨魔。今晚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应该可以赢啊，不用担心。给老头上个大棒。我现在需要一个狼人。坏了，兄弟们。鸟人，牛啊，鸟人有乐子了。三帝国，帝国高于一切。那保镖局有同行啊，全是同行啊。我一看呢，你看啊，第一名圣盾大嘴，第二名保镖局，第三名辛迪加刺，第四名可能是炼金，第五名也保镖局，我们再来个保镖局，然后这个也是刺，这个也是保镖局，那加我就四家，没有一家挑战啊。也就是说明什么呢，我们只要玩挑，这把一定来牌。我从不妥协，我不妥协，谁脱鞋？独家挑战，来吧，挑战。想想为啥没人玩？因为弱呀。哎，我们就挑这种弱的玩。哎，魔抗锁着脚，魔抗锁着。我不说话了，随便给吧，哥。是了结的手段。这个飞升我们就当前期给他打连胜用了啊，就给他当成一个什么呢，地道上头这种东西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直接给来一个狂徒。
老头留一张吧，我想要个狼人，给我凑个四条，给我来狼人有没有？2块钱狼人。这蓝刀技能是什么玩意儿？对敌人进行第一次攻击，会使其流血。相对对相同目标每第三次攻击会施加一层额外的流血。哦，牛啊！我准备好了。我的泰隆现在就等于是无敌。上个老头，这波赢了。给个狼人，整个四条，行不行？嗯，行不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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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插个攻速，插个魔抗，插个佐罗甲。这个可以给剑姬和法爆。泰隆还是很猛的，没有机会。帝国男刀可以玩，玩个的还玩呢？看你像帝国男刀。挑战者文章和一个窝里克，我操，这破损秒脚太牛逼了，这破损秒秒，哎呦，我这把狙可老牛了，没有人比我牛，我这把破损秒秒给我个狙，哎呦，但是不行啊，我们已经挑了，别磨叽啊，别磨叽，已经挑了，布隆给我上去，直接上布隆，布隆安个挑战者文章，这就是我的本性。开始给我拿头磕。黑帮教父，这叫什么？这是可以转啊？不转，我都已经保镖狙了，我就不转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个游戏啊，最不应该的就是磨磨唧唧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磨叽，你确定了你就玩，你别在那磨叽，你越磨叽越弟弟，哎，你越磨叽越不行，千万别磨叽，最怕你磨叽。攻速魔抗锁着甲，有哪个拿哪个，不要犹豫。那咱就拉个布隆，4块钱，布隆升二了，拿不拿呢？布隆升二也拿不了。啊！这啥意思啊？啊！没拿着！我操！谢崩！啊！这咋能没拿着呢？让谁拿走了？被抢了！哦呦！哇，这也太难受了！不行，转吧！哎呀，转不了，我操，拿挑战了！哎呦，我只能祈祷一下吧。这小狼给我抱点好东西了，只能祈祷一下。兄弟们，祈祷！撇了，转转也转不了，你没法转。
事，可以给卡萨喝。我会保护你。就是那个粉色胖胖龙枪是吗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飞升飞升飞升，小鹿袭击小弟一波，不用地太多，地个六挑战够用。狼哥给个空速，给个锁子甲，给个魔抗。狼哥，我就这三件装备需要，我就需要这三件装备。狼哥，啊，我就需要这三件装备，别的我都不要，好吧？空速有了，锁子甲有了，魔抗有了，我值。蓝 buff 龙刀，没有法力值的人不让拿龙刀，不是不让拿蓝 buff， 为啥呀？我就要拿，你拿吧。青云有了，你们说建设有更有用一点儿，还是春哥要更有用一点儿？我会保护你。我好难受啊，手更强壮了。来我这里集合，别给萨米拉了。蒙德医生要去会诊了，没法玩了哥。给个剑姬儿，没有挑战，就我一家，你快点给我俩，我顶不住了，我要洗了。我有预感，狼哥要给我爆锁子甲，所以我们下轮直接拿魔抗。我看闻到这身上的死亡气息，上两个，剑姬有吗？这强度不够，这强度不够啊！布龙，把条路给我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
这回强度能够一点。蒙德医生要去会诊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拉人口，我们还是得要永恩，我们没有永恩不行。哎，我们得要二星永恩，没有永恩不行。小猫带攻速，我操，不是吧，我这也能第二名啊，这小猫没人要的吗？青钢影儿，上桌。地崩了，你地崩了你也得地，没办法呀，没有办法，这属于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你这强度不够。你现在谁也打不过，你如果等的话你就更谁也打不过，就是一直谁也打不过，然后上八，上八以后你的血就剩十几滴，你就得地，你就得地，你不地还不行。现在是属于是有点恶心你知道吧，他没有永恩，他就一张永恩，给我来两张进，战斗章，要么就新人入队，新人入队啊，新人入队没东西，没有英雄上啊，要人口吧，就是，哎，这可以，撕碎他们。贴他吧，别贴布隆了，贴我们的永恩大哥，贴的给给，这个小猫来的属实是保命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小猫来的保命了，卡莎来也保命，小猫来也保命，我没有对手，我没有对手。羊刀给了，给什么给，像羊刀，现在我感觉能拉八了，我的强度够了，有个二星剑尖就够用了，给个拳套，给个魔抗，我就完美。鸡哥我不容易啊，我一共就玩两把挑战，给个魔抗，那拳套有了，给个魔抗吧，鸡哥，我就要个魔抗，我就要个魔抗，我就要个魔抗，我就最后那一小下，我就要个小魔抗，来吧，鸡哥，我日你哥！法爆，锐利的剑，
锐利的眼，嗯，够用。一会儿给永恩挑一个，不行来马不进，应该可以拉人口了。这剑姬我升不到三，我就不拿了，卡我钱了。什么意思？要给我三星啊？要给我三星，我觉得行。天哪，好难打呀！我本以为我的强度已经够够的了，可能是因为永恩没装备。操，这是啥呀？这都。打这家吧，打这家能赢，感觉有机会。哎，套错了，我想套剑姬的。啊，这家老狠了，这家阿卡丽二星了，这家都有点不像人了，你知道吧？阿卡丽二星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不行了兄弟们，我得大地了，他的阿卡丽二星太吓人了，给个飓风吧，看我有装备杀人刀，水银也可以，其实正义之手杀银刀，我先给正义之手啊，给正义来一个，可以。我会保护你。想地啥？我地布龙。大地，跟着我的声音。大地布龙，完犊子，啥也没有，连个屁都没有。可谓是连一个屁都不给我呀！小猫位置错了，小猫位置应该站剑姬旁边，你知道吗？剑姬厉害。这把错了，这把就他妈应该玩个局。给我耗死一个，耗死一个，兄弟们，耗死一个，耗死一个，耗死一个就行，给我耗死一个，来来来来，死一个。你们随便谁死一把，死一个呀！
啥也没有了。这波可能是打这家了，兄弟们，换换位置吧，或者是打这家，这都有可能啊。剑姬站第二个没啥问题，给剑姬，给剑姬，机器人转左边，狼人站这儿，一排，整个这一排就可以了。操了！他怎么老看着我站着这也？他有精神病儿！我赢他！我一血前耻！剩个阿卡丽！我操，这阿卡丽不像人呢，这阿卡丽像个鬼。我们是第七。现在这版本啊，你看见没？最好还是别玩的挑战者，你知道吧？有狙就玩狙，玩什么挑战者呢？挑战是个屁！要么得学院永恩。